弟兄姐妹，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高举我们的神，让我们赞扬神的荣美。每当我赞扬你至深柔面，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虚幻者。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是虚。
我的心要敬拜你，我的灵啊，你要来敬拜这位爱我的天父爸爸。我一生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阿门。神啊，我愿意向你祷告说，主啊，献上我的心，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让我的心就是单单的被你来吸引。 Amen, Amen. 让我的心单单的被你来吸引。在这世上，主啊，没有别的事物能够拦阻我与你之间的关系。主啊，这是我的祷告，我一生活着，我一生活着，为要敬拜你。
这时候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安静我们自己的心，享受在天父爸爸的爱中。天父爸爸还要用他的爱再次的来拥抱，充满拥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拥抱我们，拥抱我们的家。是的，主啊，亲爱的圣灵，虽然这时候我们在各自不同的家，不同的地方，但是神啊，我相信就在这个时刻，你要用你的爱来充满，拥抱你的儿女们。Amen, amen. 主啊，让我的心就是单单的享受在你的同在里，让我的心就是享受在你的爱中。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呼吸，每一个心跳都有你，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被造就是要来敬拜你，荣耀你。
的主，我们敬拜。你高坐在宝座上，天空为你披上云衣，海成为你的脚垫。圣洁的主，我们敬拜。你高坐在宝座上，万物都展现你荣耀，全地都齐声呼号。圣洁的主，我们敬拜，你高坐在宝座上，天空为你披上云衣，海成为你的脚垫，圣洁的主，我们敬拜你高坐在宝座上，万物都展现你荣耀，全地都齐声呼号，何塞纳耶稣，成为你的脚垫，圣洁的主，我们敬拜。你高坐在宝座上，万物都展现你荣耀，全地都齐声。
看见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下来，神给我们新的气息。 Amen, Amen. 圣灵在服侍我们。弟兄姐妹，对你的前景来说，可能你觉得你坦然不安的心。我看到一个姐妹，你仿佛在那里，你的心情七上八下，你很坦然，忐忑不安的心在你里头一直在，好像一直在跳动作。但是今天神要对你说，孩子，不要怕，不要怕，我今天释放平安进入你里头。我宣告你的灵要得自由，你不再靠着你自己，乃是圣灵与你同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得胜的名，圣灵的气息要吹进你灵里头，以至于你得着释放。主啊，谢谢你释放你的平安在你的孩子们的身上，就如同鸽子降下来一样，以至于我们得着那个的平安，得着那个喜乐，得着那个的盼望。 Amen. 主啊，谢谢你，就如同这首歌一样，愿我每一个的心跳都有你。 Amen, Amen, Amen. 愿我每一个呼吸中有你。 Amen. 因为你吹下一口气在我灵里头的时候，我已经领受到你了，因为我把我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耶稣啊，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居首位。主啊，释放你更多的平安在你的孩子们的身上。 Amen. 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放下，我们放下我们一切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去掌控的，主，我们放下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控制的。主，我这时刻，主啊，我愿意放下，因为我知道是说我的恶是轻神的。当我愿意放下的时刻，我的恶是轻神的。主啊，谢谢你，圣灵，我愿你来服侍我们每一个人。当圣灵在，当音乐在弹起来的时候，安静自己的心，这时刻让圣灵来服侍你，让圣灵来对你来说话。圣灵，更多
更多你的运行。是的，主啊，愿我被你环绕着，被你拥抱着。Amen, amen. 主啊，在这时刻里面，主啊，我宣告说：何善啊，何善啊，耶稣，我要敬拜你。愿我每一个呼吸中有你，愿我每一个心跳中有你，因为你就是那全能者。是配得我高举的神。何塞纳耶稣，我们敬拜你，是喜在今早以后有主，我们要高举你，
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来敬拜，全地都要向你来歌唱，全地都要来向你来欢呼。阿门。因为我们的主真的何等的伟大，我主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主真伟大。我主的主啊，我主你真伟大，我主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主真伟大。耶稣超乎万民之上，耶稣超乎万民之上，你真配得大赞美，我灵高唱我主真伟大。名字上，耶稣超乎万民之上。是的，主啊，你真配的，你真配的大赞美，我灵高唱，我声真伟大。我主。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主真伟大。我主真伟大，用我们的声音，哦，来向我们的神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敬拜。是的，主啊，你真伟大，我所信靠的主，我所信靠的神。是的，主啊，你真伟大，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你配得你的百姓献上最大的赞美，献上最大的感谢归给你。
是的，主啊，我们一起开声献上我们的感恩，归给我们的主。是的，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谢谢你，是那位昔在、永在、我的君王。从过去到今天，一直到永远，你都不曾改变，你都不曾改变。哈利路亚。主啊，你的名字何等的荣美！ Amen. 你的名字何等的荣美！ Yeah. 主耶稣基督，你的名字是何等的荣美！ Amen. 无人能与你相比。Yes. 耶稣，你的名字满有能力。Amen. 耶稣，你的名字满有能力。Amen. 无人能与你相比。Hallelujah.是起初源泉的尊道，你与至高神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尽彰显。你不愿我们与你
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是何等柔美，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是何等柔美，主耶稣生命。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字满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主耶稣生命。是的，主啊，我宣告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是何等柔美，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字何等柔美，主耶稣生命。是的，主啊，你的名字是蛮有能力，好不好？这时候我要每个人都一起的，若是你身上有软弱的，有疾病的，这个时刻我们可以自己按手在你身上疼痛的部分，就在这个时刻神要来医治我们，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因为耶稣的名字是蛮有能力，耶稣战胜死亡，耶稣战胜了疾病，他已复活。今天晚上神要用他大能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时候你就按手在你身上痛的地方，哈利路亚，你就开声，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领受医治，我领受医治，我领受耶稣的医治，现在领到，阿们，现在领到，现在领到，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是的主啊，是的主啊，我得医治，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得医治，我得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道生肉身而为我们而死，目的是要与我们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Amen。好叫我们在信心上站立得稳，无论我们在顺境或逆境之中，都永远不会对上帝失去了信心。阿们。主啊，谢谢你，因为你那不舍弃的那一个的盼望放在我们里头。主啊，你定义要我们和好。弟兄姐妹，好不好？当音乐在弹奏的时候，开声为自己来祷告。求神给你加倍的信心在你的身上，让你信心能够巩固坚定不移，靠着耶稣带领你走过。因为耶稣已经付上所有的代价，耶稣的名是蛮有能力的。Bye-bye.
更多的祷告献上给神，更多在你软弱之处里面向神来祷告，向神诉说你里面的软弱处。今天你要把这一个献给神，因为神还要为你担当。你要相信说耶稣基督的名是蛮有能力的。你的名字何等柔美，你的名字何等柔美。当我们开声向神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赞美我们神的美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在你身上彰显出来。神啊，加强给你孩子们力量，做以至于你孩子看到从你那里而来得到盼望。因为当我们靠近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从你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以信心回应我们的生活，以信心回应我们的逆境。哇，这个就是孩子们得到那么美的福气，就在当儿里头。主耶稣生命，你的名是何等美，你的名是何等美。主基督的生命，你的名是满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是满有能力，我们再来宣告耶稣基督的名满有能力。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是何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主耶稣生命。再来，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是满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是满有能力，主耶稣生命。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名字满有能力，无人与你相比。你的名字满有能力，主耶稣生命。是的，主啊，主啊，我们宣告你的名字蛮有能力，没有人能够与你相比，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今天我定义主动要和你和好，我的灵要告举你。主啊，今天愿我快跑跟随你，让我的灵被你紧紧地吸引着。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倒转过来，神啊，今天我要吸引你。主啊，谢谢你
因为让我知道说你是那能够让我永远得着依靠的神，你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神，你是让我们看到你是使我们能够有盼望的神。主，今天晚上我们宣告说，神的你的恩宠不断地随着我们，当我们高举你的美名的时候，神啊，你就为我们打开这个天上的门，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到天上为我们倾倒荣美下来。主啊，极大的福气我们要领受。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没有人能够抵挡神你要给我们的祝福。主啊，主啊，诸天要宣扬，要赞美你的荣耀。我宣告国度属于你，荣耀属于你。主啊，你掌权从今直到永远，无人能抵挡，无人能像你，你的圣名超乎万民之上。主啊，这时候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别为这所有在精神方面有需要的来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释放神的平安，释放天堂的平安，要来到所有情绪非常焦虑的弟兄姐妹，或是情绪非常焦虑的家人们心中，我们家人的身上，我们家人的生命，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我宣告，你应当抬头来仰望上帝，因为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他是那位愿意帮助我的神。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释放，释放平安，释放喜乐，释放医治，来到我们的家人心中，来到我们亲戚朋友的家中，来到我们四周围邻居的家中。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祷告神，你要用你的喜乐灵充满充满充满我们中间。Amen。 因为喜乐要战胜过一切的惧怕，因为喜乐要战胜过一切的恐慌。Amen。 因为喜乐要战胜过我们心中所有的焦虑。Amen。 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从心里面来呼叫说，主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依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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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让我们一起开声用亚比斯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结束，一起开声，用亚比斯的祷告，一二三。圣愿神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阿们。现在说你为对方来宣告，我们一起开声来。圣愿神赐福于你，扩张你的境界，常与你同在，保佑你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好，今天晚上我们的祷告会就到这里结束，愿神大大的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阿们阿们。祝福祝福。